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！又到了跟糖糖姐姐一起做游戏的时间了。花园宝宝，你哭什么呀？哎呦，我们家停电了，我好害怕呀！哆啦 A 梦，快来帮帮我吧！花园宝宝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来给你做一个发电机吧，手动的发电机。这样啊，停电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上亮亮的灯了。好的，谢谢哆啦 A 梦，谢谢哆啦 A 梦。那我们做发电机需要什么材料呢？打开看一看。里面有长杆、电机、灯罩，还有灯。小朋友在拿灯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扎到你的手。电机的摇把，我们还有方形底座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做电机吧。首先，我们把长杆安上，安到底座上面来。电机，我们把它插在底座的后面。然后，我们把灯泡安到灯罩里，给它接上电。接上电之后呢，你把它安上一个保护套。然后把它按在长杆上面，最后呀，把我们的摇把按到电机上。我们来摇一摇，试一试，看，花园宝宝，花园宝宝，你快看，哇，我们的发电机成功了。这样啊，花园宝宝黑天的时候、停电的时候，再也不用担心了，你也不用怕黑了。哆啦 A 梦，谢谢你！快看，花园宝宝，你快看，好几种颜色呢。啊，看，绿色、红色、紫色，还有蓝色。好漂亮的灯，快，花园宝宝，你也来试一试，好看吧？哦，谢谢哆啦 A 梦，我可真是太喜欢了。不要客气，我们呢是好朋友，你有困难，我是肯定是要帮忙的呀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真是太喜欢这个发电机了。以后呀，我要把它带给我的朋友们看，看看我的发电机多么的棒。哆啦 A 梦，谢谢谢谢，太谢谢了。好了，花园宝宝，你的忙我帮完了，我要回家找大熊去了。花园宝宝，再见。哆啦 A 梦，再见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跟糖糖姐姐的游戏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小朋友们，再见。